老师哈，啊，这个第二节课，这个化身千衣归报衣哈，我有来上过哈，但是说不好意思，这个化身千衣哈，啊，记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意思？我还不够我最了解，那请老师来指点。哦，这个化身千衣哦，就是指咱的千衣，千衣就是咱的元神，哦，跟着变化，因为变化真多，是这个元神哦，真好变化。所以我这化身千里，啊，就是咧指原是咱的原是，还是咧在讲千里就对。啊，千里是啥物？啊，咱咧讲这个千里哦，因为讲起来就是一般咧讲的讲意念啊，意念爱去注意多位啊。哦，意念是的。哎，谢谢老师。警告老师哈，因为我们有上个两堂课程，都有看到老师在介绍有两个人体的图案，可是有不了解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它两个图案的步伐不同，一个是骑马步，然后一个是阔坐步，哦，第二个就是。哎，胸中腰间的颜色黑白又不同，请老师说明一下。哦，关于这个两个人体图，这个是马步，啊，这个是阔坐步，啊，这个马步啊是讲那个动，那一开一合，动静开合，这个。动就是开，啊开迄个时阵就是马步，啊迄个马步的时阵，迄两体，一个胸中啊加腰间是讲先天气会出去，哦啊来胸中就是迄个后天气，后面呼吸，而且呼甲吸，啊呼叫做阳，啊吸就是阴。啊，那阴就是乌的，啊，那阳就是白的，啊，那是胸中，啊那这个腰间是先天气的出流，那升起来，哦，升为大家边，为这个脸部升起来，哦，头前啊端午这个后边啊升起来，这就做白的，哦，这个阳，啊那气定丹田容易。这就变阴，啊，就乌的，哦，表示讲动的时阵啊，就是按照两气分的量，按照分来的，哦，那是二气分的量的，这表现不完。哦，所以就是先天气，还是动先天气，就是在腰间丹田加的对，啊，是白色的，代表讲穿起来的对啦，肾上升的对啦，你这后边的灵骨。啊，要降落的时阵，嘛是一个灵骨安尼降，来丹田安尼对。对，所以讲这个升啊降，升起来这就是阳，啊降落就是阴，啊阴就是乌的，啊白就是阳。哦，是。啊，来分辨。谢谢老师。啊，搁一点哦，想来请教老师，啊，这个化身千亿归报仪吼，在咱拍魂当中吼，是安那个实践吼，是安那来做。就要讲这个，归包衣这个问题，咱太极拳是练意甲练气，啊，意气爱就合一，本来这太极就是意甲气合一的，哦，啊，咱即摆这意拢会，太拢会化身千变的变化，啊，所以吼，哎，常爱归包衣，啊，归就是归到也那个腰间。丹田，丹田叫这个，命意缘土在腰心，啊，就是咧源头，就是伫咧腰间，啊，所以拢随时拢爱归到腰间，啊，或者肝气，或跑跑伊。就是讲这个意念嘛是爱咱的这个丹田。啊，意念就是意念嘛高，高见就是定义就是伊个意甲气。啊，叫做归报衣的，叫做归报衣。
所以意念就是精意，就是意念，就爱精。那么这个无间的所在。那你食饭，食一般哦，意思单念，意思单念，就是讲意念爱归单念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老师呢？我听起来，刚才老师说练意练气，那所谓刚才这位同学在问说归报意的事情哦，那所谓练意，那就是说，哎，意跑掉的时候就又给他找回来，是不是这种意思？有所谓练意，哦，出气了又给他找回来。给他能够神气活一，主要目的是要这样，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状况。那你一般就是有变化，搞变化就是啊，是弄个出出皮。嗯。加工咱，加咱，也未出虚症，是叫做胎心，胎心，那就是咱的外心。是是。我爱弄个出出皮，弄有咧外口。哎，有些话好，有些话安尼，啊，所以咱的迄个关心嘛是安尼，同款哦。所以说练意练气，对啊，所以就爱该练，就是迄个心甲归倒转来，就是练，安尼那造成的这个抓住的，抓得来，抓得来，哦，安那造成的就是练意。哦，造成的抓得来是。也是意念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意念的来修的，就是在修到哪一次的？也是为练，还是属于练心多的。是，阿妈不是抓啦，咱家己对来做是。是，都是一点的地方，还安点哦，安归多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一个问题哦，要请教老师。刚才听老师说，我们的先天气。都是由背部的脊椎骨，先天气上升也是从脊椎骨，然后降下来的时候也是从脊椎骨，哦，就是说上来的时候由腰，然后到脊椎骨，啊，下气由两肩到脊椎骨，然后到腰间。可是呢，我个人所知道的静坐方面哦。一般都是说，行气是左任督二脉，任督两脉。那请老师指点一下，谢谢。诶，太极拳也起拢是行这个灵骨，哦，加这个静坐有淡薄啊，无啥同款。哦，因为这個速度哦，咱速度还较紧，所以灵骨就叫静叫落。诶，这个行一起行较紧。所以后壁起来，嘛是胃点骨，还是透气骨来，胃点骨起来透气骨，啊，即嘛，那么变落去嘛是胃这两肩来收了，就因为接骨落去，还是接了透下骨的，所以这个，这个刷落去拢才知道，迄个脊背部的脊骨，所以讲，你骨轮来变讲，动迁往来气得变。所以无助觉蛮光的是，主要就是胸肩，尽量在中间，腰间，啊胸中硬化，啊硬化就是变落去，啊起来，啊感官拢是爱为接骨，起来，也就是为丹田，丹田收落来为接骨，啊起来，哎呀他为手来，啊怎么？做这个嘛，两肩收敛入骨，有两肩收敛入骨，啊，到丹田入骨，这就是拢是，这动迁往来这些气血病，都为这骨加的骨，啊，加整这个任督两脉哦，淡薄啊不赶快。感恩老师。原来五柱诀第五约神迹就有可以参证哦，谢谢老师指点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哦，你挂这个，五柱诀哦。
行气，紧要悬在胸中，腰间运化，不在外面。是。力从连接，力就是那个靠那个问题的那个的动力啊，就是从连接，连接是先连的外呼吸，外呼吸就有一个外呼吸，啊再气如计划，下面叫做气如计划。气后面哪面落去，就是由两肩所谓这骨啊，注意腰间啊，就是迄落由上而下啊，位置下就是下，因为咱太极拳是一开一合，这下就是要教的，所以把它位置过来。啊，那个气去就是腰上与这骨为腰部啊，则头这个这个这骨。哦，啊，再套回手里边，再上身套手里边，啊，到套正后面哦，出去是由下而上呀，位置开就跟着开，所以哦，太极拳的动静开合，一开一合，一开一合，啊，开的一动，啊，合的一静。啊，刚老师我跟你讲。